Ya lo katamu dia butuh wang itu. Ya ayah. Oh, bukan ayah itu loh. Ah, tuh ya. Ah, ada. Jafar, tuh itu ah, tuh ya. Ya. Lúc chị đi chung với ạ. Nhưng mà làm chịu cho ạ. Ao ai cho chị ạ. Ô bà lắm cả chịu cho ạ. Ai cứ cho ạ. Ao ai cho ạ. Ni cắt ra. Ni đông chịu cho ạ. Ni đông chịu ạ. Ni bây giờ mới kêu bằng lòng mặt bằng. Cả lần cả bây giờ mới bằng bằng bằng. Soi đi cắt ra chẳng bằng hùng chơi ạ. Mày ạ, bên chắc chắn chắn. Chu bì kèm ạ. Ai chu bì ạ. Ni tóc hạ bùng ạ. Tóc bì ạ. Mọi tóc tóc bì ạ. Tóc bì ạ.你都好讲嘅，我而家开始在意啊。地卡啦，我食地卡，我肯定要啊啲啊，啲啊俾地卡啊咧，啊就咁俾啊。靠山啊，靠伊啊。哦，以前你也靠山。我把伢堆，把伢堆起码堆。我阿叔啊，新家加只家。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六。我叫阿姨啊，我一百六十八公分，啊，六十八岁。阿姨啊，我看你，看我哎。跟着阿水的脚步来到富贵市场三楼，就像进入另一个时空。两排外观看起来非常古老的木门房屋，其中一间就是阿水租来的家。这人大门我两条街诶，大家给啊两位叫我别别叫我靠你。他伊家在做生意啊，啊无做啊，变几房间，几间一间安尼啦，啊我来租啦，啊一个月一千块而已，啊大家搞政府，是税金在迄个，加了卫生加了卫生安尼啦，啊一百块钱，变少一个，变啊变少钱迄款啦，政府贵安尼啦，一间十七块。基隆是啥？电视啊，电视台啊，啊。煮电火啊，电火一工啊八块，啊煮钱一工啊两块半，煮钱啊，煮钱啊钱啊，拢啊钱啊，啊煮鸡啊钱，一工啊十块，点要爆炸啊？这拢爱爆，这拢爱安怎？爆炸了嘛？刚才阮老爸做茶水啊，阮老爸去起厝，刚才做茶水，啊快伊味道啦，我看咧，出块样。你未听讲白菜花，花花，但白菜叶无，但迄白菜叶多啊无，迄胶迄款啊，我切条尾啊，啊，你鱼肉尾，哇，鱼肉哇，过阵，啊，这个啊，迄阵大鱼啊，啊，这老鹰啊，老鹰无，哦，有影有影啊，啊，你收着的鹰？哎，我查那阿老平。Thank you.
环境客难，但是看在租金便宜的份上，阿水在这个小屋子里一住就是十年。不过如今富贵市场变成危楼，他也不得不打包家当，被迫搬家。这店没钱呀，也没给钱了，还讲我，俺那没钱没给钱，我准备要准备要搬家啊，哎，多大多大，很挫折，俺也困难，俺天热我都起来，大概弄个天。啊，用棍来啊！用棍来啊！哎，用棍。用好了么？啊，没下啦，啊，棍棍开了，啊，这臭啦，冷啦。啊，边啊嘞？这边，这当然冷啦。买不起啊！我就买啊，我就买啊。该直播啦，我就买啊。所以你画一间就好啊。哎。是不？你讲一间臭。阿水靠政府补助过日子，根本买不起房子。如今又因为市场变成了危楼，基隆市政府下令住户必须搬离。幸好里长已经帮他找到了租处，加上慈济基金会帮忙支付租金和押金，他才不致流落街头。在税处的时阵，按四五万的两个啊，慈济先提钱出来，储水先提出来，啊，人再好一点去住。就这样，透过里长和慈济职工的协助，原本在富贵市场就是好邻居的阿水和阿义，进一步成为室友，开始在同一个屋檐下展开新生活。通通好人啊！阿姨，我面较歹看。没啦，你笑面笑干，你哪有歹看？古早去中正公园顶头卖风吹，啊，你安怎爬去哩？坐汽车，哎，坐你个空调空下大，下大，哦，安着去，安着去，安着去的话，坐空调的话。阿翠啊，他我们现在目前补他三个月的房租，还有补他两个月的押金。那个里长有说要帮他申请租屋补助。所以他来补贴就够了。那因为里长说，申请没有这么快，大概需要三个月时间，所以我们就先补他三个月。那三个月会不会下来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关心他。阿翠啊，阿水。这高级点嘛，我讲高级点嘛。对吧？你讲拢是看伊，啊，这你上班，这情况下你出去，这台风算吗？好，有水无？你莫用手机帮我哈。啊，你一看，看都袂掉。啊，你帮袂掉。你做啥？你做咩讲咩白？装好排风扇，改善空气品质。阿水还拜托志工帮室友阿义装一条晒衣绳。公司内环境的平平有用的啦。阿义，我来讲，这阿水兄超工。为你爽爽，哎，我是笑，你是笑哦，把面当面粉摕来调的，面粉就把冻一条啦，啊，把它冻一条啦。比起装一条晒衣绳，阿义更担心阿水行动不便，常常跌倒，必须在租屋处加装扶手，才能确保安全。比较不会跌倒啦。啥人？我是无打来伊啊。我跋倒，我未使跋倒，我若跋倒，你扶我无啊？你我咧在跋倒，我咧在跋倒。不要买假假的，食阿条。嗯，是啊。苏兄啊，阿妈，谢谢啦。没啦。三个半月来遮呢。对，代志做就对啊。哦，谢谢咧。没啦。你的安全较重要。啊，谢谢谢谢。谢谢。啊，都听啊，都冇得搞。系啊系啊，多少被关了被禁了，对。
谢谢啊，感谢。没啦，没啦，安尼好无？这拳头好无？好无？可以嘛吼？向你讲真好。阿水兄，咱初熟识，我万一若斗无调，就浪费啊。感恩两位，嘿，谢谢吼。感恩你给我服务的机会，嘿，嘛感恩你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安尼。应该大家啊，拜拜你啊，再见啊，再见，我袂走。是。爱去接啊，爱去啊。对对，没错。我了去啊，吃啊，吃啊，吃啊！是是是，得到这样子的感谢，觉得很感动。我一直到进入慈济啊，智障人启发我们的悲心。因为因为会，坚信我的，坚信我的。知道阿水出门一趟很不方便，职业是美发师的志工于慧晶还特别上门帮他剪头发。设计师，正经我无甲你骗，我一名设计师。我讲对啊，吼，无骗吼，我用阮爱心有价，对不？啊，你要安怎加？爱护无？我叫做阿伯女，我阿伯家底。阿伯女哟，好，反正就是加上烟头迄个就对啊啦。是不是啦？哈哈，歹势呢？你也歹势哦。你叫啥物？阿水啊。你阿水。哎，啊，你叫阿水啊？因我上水啊。哈？六十六。你六十六哦。哦，六六大顺。五阿妹妹。五阿妹妹。嗯。放一千的心，一定真缘投。你这个歹势啊，哈？哎呀，旧的。没啦。伊对我讲，伊家小朋友，伊嘛拢旧的啦，所以伊惯势的。我讲你嘿哦，我讲你跟你去一场，来，咱两个搭你去一场。哈哈哈哈哈哈！经理，经理，咋办？我今仔要干啥？我讲，快活怎样？唔知。个比比呀，比起团呀啦。马戏团啊！哦，马戏团哦，哦，啊，你讲。各活动了，各活动，七月去啦。嘿。啊，去四年啦。嘿，七月去，去四年。十八岁。啊，你去会做怨叹恁老母哦，讲把我带来互看，互看。啊，我了想我咧，这个袂晓讲。哦，你惊恁老母伤心？哎，袂晓讲。你摕阿母的做袂用看。看起来是。哇，啊，你足受伊的哦。全世界，恁阿母上惜你吼。有啊。阮阿姐，你阿伯过袂？变过，阿母倒上。我行较济，阮阿伯倒较济。恁阿母拢倒较济嘛？恁阿母甲你保平安。嘿。慧晶开设的美发工作坊里摆放着慈济竹筒，这次他决定运用竹筒里客人捐献的爱心善款，帮阿水买一辆全新的脚踏车。因为这个是比较费工，我这边工作坊的大众的爱来回馈给他，让大众的爱去回馈社会。也让我的客人知道说，哇，这台脚踏车是我们这个点滴出来的爱，我是希望给他一个安全的，对，我要去买一台就是脚踏车给他，然后适合他的高度。阿水菩萨做他的裤子，因为他的身材比较特殊，就是做自己要穿的一样嘛，没有分别啦。我们要给人家也是要好的东西啊。裤子的后面右边的盖子，希望大家穿起来会好看，帅帅的。胸长拢咧，你看，胸长又较悬咧，又较悬一个，可以哦。谢谢谢谢。
笑到妈咪嘎。至少给他有裤子可以穿着过新年。哎，冰球，我想冰球啊。阿叔嘞，对啊，老板讲好，一条你真缘投啊。伊讲你真牛骑车。你要给我寄啊？阿你阿妈兄弟姐妹嘛无离家人，无离家人。哦。你讲什么啊？阿姨，你讲什么？都死光了。所以你现在无亲人啊？直系亲属拢无啊。是哦。我这边还有一个的。对啊，我高中哪里在了？我看我成家了没？有。那好。家财万贯，拢来娶不到你，啊，不家留有那几？我前面看看。对吧？我也是，阿娘阿姊，我生的，真大，不如我这边。我阿母那时候话咧，我袂去讲，讲阿老个，你相信吗？相信啦，那我不会的。嗯，你叫林林名？你讲啊，讲到这个，话我去站内啊，佮讲了，那是不会啦吼。啊，所以你真正叫善良的你。我是较有孝为死个，啊，只是我家己大，兄弟佮兄弟。也无像哪段艰苦啊！我还是我有哪段就讲，伊落去呾，要去食。啊，我好难包哩，你好难包无？难包啊！大锅粥嘛。啊。大锅粥嘛。有啊，干有啊，干啊，干啊。29岁失去母亲后，阿水就开始一个人过日子。66岁这一年，他终于不再孤单，能和同样也是孑然一身的阿义成为室友，互相作伴。
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里长和慈济职工。真感谢伊安尼。我感谢啊，对伊真好啦。阿爸我啦，阿爸我自己我都阿信仰，有发过啊，阿信仰我就报一报答伊啦。自己人我都，阿信仰我都出事，出事正常，报答伊啦。